每天做五题，英语好成绩。One, my friends, me, 我的朋友们喜欢我。主语是 my friends, 是复数形式。谓动词用复数，直接用原形。Two, you thirsty, 你口渴吗 ?You 用 are, 所以填 are, 注意首字母要进行大写。Three, how many, 多少个西红柿 ?How many 后加可数名词复数 ,tomato,以 O 结尾变复数，在后面直接加 ES。 4. Here a book and a ruler. 这有一本书和一把尺子，这是一个 here 引导的倒装句。主语虽然是 a book and a ruler 是一个复数，但是它遵循就近原则， be 动词离 a book 最近，单数形式，所以用 is。Five, Amy and Linda, friends. Amy 和 Linda 是朋友。主语是 Amy 和 Linda 是复数形式，被动词用 are。 你学会了吗？双击加关注，感谢大家。